杰克逊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位艺术家，他不仅仅是一名灵魂歌者，更是一位创造力极强的舞者。迈克尔·杰克逊的艺术性不仅包括音乐，还有舞蹈，是服装，是化妆设计，是舞台灯光焰火，是一个完整的娱乐节目。说到迈克尔·杰克逊，很多人都记得他在舞台上战栗的模样。